那个呢？我吃的那个啊，我在这儿呢。就买这，人还没开始买了。将买俩胡萝卜，俩那，再买俩那个。你开个网，哪？你切开多少钱？叫钱。要俩。我那都一样要的，四个呗。他这小的胃好了吗？肥小管子管。他有刀，你切一点不是吧？这要一样的够了，六样不是啊？你不还有苹果了？有苹果啊，那个芒果都上没了，你再给他吃了。呀，吃完再吃啊，那不还能吃的？这，这次没有上来吗？咋没有啊？没有。咱明天中午吃啥饭？还有熟了。你这要啥？不要。啊？那你想吃啥？你看有鱼啊，有鸡呀。等明天再来吧，要。要下来了吗？啊，买个鱼头，要不炖个鱼头吃。这有鱼头，明天买下来吧，明天早晨再来了吗？嗯。水果都不要了，水果就要这营养的管。怎么这样？
嗯。